3万多人，我看没有三万个，椅子放上去顶多3000。这个是正中间，圣彼得教堂正中间。没事都照侧面，我发现了。这正中间。现在大修工程呢，哈。到处都在修。钱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把我照完了。我要照我自己的啊。你这个人在干什么？你看，你看这边状态就不一样，就这边看圣彼得广场。这就是罗马假期的这个楼梯，很有名的，在西班牙广场旁边，应该有一个冰淇淋店。哦，好多马路，哦，这些马门都闭起来的。这就是奥黛丽·赫本，格莱格莱蒂克在这边演的这个《罗马假期》，很有名的西班牙广场的 step， 一个电影就造成这个样子。刚才那三个小鬼跟我讲话是蒙吉诺，长得蛮漂亮的呢。
是罗马假期有名的实验室，你看啊，多人哦，海巡，人山人海。只有到罗马人就到这山地吧，就这么小一个地方，坐满了人，大家在这边塞。假期有名的 ice cream 店，看到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他们刚刚往那边走，你看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这导游走的路线绝对不会错。是威尼斯广场，看到没有？威尼斯广场，好大一间呢。意大利的这个当初这个辉煌的历史，那凯撒图。哦。老板，你站这边找吧。啊。我们在这边站好，是不是？是威尼斯广场。你看 ，Plaza Venezia。哦，这就是万神庙前面的，它每个地方都有喷水池。马，戴耳朵。这就是万神庙，看到没有？发动了。这么古马前是二十几年做的。嗯。啊？怎么那么厉害？对啊。动了。嗯。哦，
马竞技场，哦，这个样子。Prometto il ragazzo, io posso perdere qualcosa, ma quanto mi costa il ragazzo? Quanto mi costa il dare da mangiare? Quanto mi costa? De busta paga, segnala almeno 4 ore. Aspetta, è notare che io perdo. Però ti voglio dire, quanto mi costa le 24 ore? 两边都有啊。家在那边啊，哦，这么大哎，这边全部都是。我们，哎，怎么两个都红灯啊？没有人走，我们过去了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我们应该刚才那边，对，那边照不到东西，太近太近了，照不到。喂，好，这不知道买票不知道等多久。就在外面射一射咯。你看那个才好看，哎，我们要过马路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怪不得人家走这边。看这个，哦，对哦，哦，哎，照下来，站着，哦，在那边跟拦着是吧？哦，好高哦！来不及了，回家了，否则话上不了船了。就那个地方照过来也很好看，从凯旋门。你看他们等于是罗马废墟一样，好多东西。没有，我们不应该看这个，看那个才对。